好，来，我们这一边呢，我就有 f(x) 等于 x squared 加 x 减7，我们要做 computing the square。OK，so 我有 x squared 加，OK，它的这一个呢，它的 coefficient of b 是一，所以我的 b 本二呢是一本二，OK，所以它就会加 x 加一本二的 square 减一本二的 square 减7，所以前面的这三个，OK，我跟它合起来。然后它就会变成 x 加一百二的 square，然后减一百四减7，所以它会变成 x 加一百二的 square 减7又四分之一。所以我们的这一边呢，x 加一百二等于0，x 等于减一百二，然后我的这一个 a 是一，然后它是笑脸，所以它的 minimum value 会是等于减7又四分之一，so 它的 minimum point 呢会是等于减120逗号减7又四分之一，OK，然后 B 呢，我的 fx 等于 x 块减 3x 加5，然后它就会变成 x 块减 3x 加减320的 square 减。减三百二的 square，然后再加五。OK，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你要看哦，就是说我是减三，OK，我的 b 是减三，所以我的 b 本二会变成减三百二。OK，它的 b 是单数的话呢，我的后面这一个就会变成那个单数本二。OK，so 在这一边呢，它这三个我跟它合起来，OK，然后它就会变成。x 减三百二的 square 减九百四加五，OK，然后它就变成 x 减三百二的 square，然后五是20，然后加11/4，OK，所以我的这一个 x 减三百二等于0，x 等于三百二，然后我的 minimum value 会是等于11/4，然后我的 minimum point。会是等于三百二逗号11/4，在这边我们注意一下，我的 minimum value 不一定是 negative，它也可以是 positive 的。OK，好，然后接着 C D E F，我拿一来做吧，一会比较特别。OK，我有 x 块减 x 减五，然后它会变成前面要写 f(x) 等于，OK，然后就 x 块减 x 加。减一百二的 square 减一百二的 square 减五，然后它会变成 x 减一百二的 square，然后减一百四减五，然后它会变成 x 减一百二的 square 减五又四分之一，然后我的 x 等于一百二，直接等于 negative，你不用写那个 x 减一百二等于0，x 等于二一百二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厉害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了。然后它 minimum value 会是等于减五又四分之一，所以它的 minimum point 会是等于一百二逗号减五又四分之一。OK。